阿哥，你在鱼香肉丝里面有鱼没得？你把刀婆乱说了，老婆明明你看我老婆的嘛。那我今天给你安排个有鱼的鱼香肉丝，下回你做个有老婆的饼哈。要得吧。榨菜，你们都认为只能下稀饭哈？今天阿米用榨菜来做三个特色美食，让你们看一下榨菜做出来的美食是啥子样的。开干，准备一条黑鱼，先把它吹面，先去鳞，片掉鱼肉，撕下鱼皮，片下鱼排切成丝丝。黑鱼没刺的哈，而且肉比较紧实，适合拿来切丝丝。把鱼丝码位，盐巴，生抽一点，料酒，红薯淀粉。搅拌均匀，入肉上浆，木耳、青笋、胡萝卜全部切丝丝，再放入榨菜。这个榨菜不仅是开来即食，用来做调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辅料准备葱姜蒜末、泡椒末，调一个鱼香汁，加点清水、生抽，一比一的香醋煸烫，胡椒粉、香油、红烧淀粉，烤匀备用。阿哥，点火！要得很干。热锅凉油，下入鱼丝花生、豆瓣儿，再下入辅料烤箱，下入五香榨菜，隔冻丝丝，配菜转身下入碗前，下点葱花起锅，带鱼肉的鱼香肉丝送给你们，鲜味儿给它，给人坨坨，下入葱姜蒜爆香。放入榨菜，少许豆瓣儿，榨菜香味出来了，再下入血味儿，加点清水，胡椒粉，一点生抽，来点白糖提鲜，大火烧它五分钟，再下入韭菜，来点水淀粉勾芡，要得了起锅，葱花收尾，榨菜少许王送给你们，前脚肉切片。放盐巴、料酒、红薯淀粉，抓匀上浆，放入猪油，放入榨菜炒香，炒到榨菜泛白，加入清水，熬五分钟，转小火下入肉片，水开煮五十秒起锅，再点一把葱花，最后一个榨菜肉片汤送给你们，就这三个创意菜，我后几天别问你们要个大指纹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王王请哦，要得很干干。那么先上我这个带鱼子的鱼香肉丝嘛。哎呦，鱼香味十足啊。哦，这个榨菜吃一香的，很爽的榨菜，现在还是脆的。香味哦，啊，香味可以稍微有点味，一融合这个榨菜香味，榨菜肉汤。哦，这个汤喝的好香啊，鸡精味一点都不用放啊，阿公吃饱没有？饱完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先付了手机关我们，伙伴们，我们来点，拜拜。